我呢是2005年到南昌，我的家呢在陕西的咸阳，查了一下距离有1200公里左右。我是19岁到的南昌，然后呢可能以后就生活在这儿了。我可能这一生当中在我家乡生活的时间只有19年，在南昌生活的时间可能远远比19年要长。我刚开始在听陈叔讲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自己，我老妈呢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你这一走可能就不回来了。”那个时候不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我也在想，怎么可能啊？我毕业之后我一定要回陕西去工作。但是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样，包括工作、生活。我妈说：“如果说你在那边工作非常顺利，你就那边好好生活，啊，我这边你不用操心。”跟父母离得远的时候，我们都说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，这种担心是一定要有的。哪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？不希望自己孩子能够在父母身边。我刚在听陈叔讲的时候，我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您一定是非常非常爱小陈的，跟天下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。您刚才不停地强调说，啊，如果他不分手，我会生病。您的这种爱会让小陈是非常非常的有压力的。您真的认为，如果小陈结婚了，他就不管你，就见不到他了吗？您大可不必担心。我相信小陈，他不会那样做，他永远是您的女儿，而且现在多方便啊，从北京到您家几个小时高铁，不停地提速。陈叔，您想一想，归根结底，您是想让小陈过得幸福点儿，一家人和和乐乐的，和和美美的。你看他现在的状态，他是整天在做噩梦，睡觉的时候把门锁好，这样的一种心理防线在防着一个爱他的男人，还是他自己的老伴儿。您希望现在的这种状态，还是希望看到他幸福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北方人，我也是做儿女的人，我也是做儿子的人。我一有时间我就坐飞机回家了，没有任何原因我就坐飞机回家，经常去看一看。所以说你要有这种安全感，小陈也是要给父亲这种安全感。